谢谢谢谢，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同门，各位同学，下午好。我是吉贝，来自布隆迪，我的导师是胡继芬教授。我的课程题目是《布隆迪对中国几千千期患者人生结局》。梅洛已经在国外，今年那三月份五号在国外杂志发表。那么，目录有五个部分组成：研究背景与目的，治疗与方法、结果、讨论和结论。研究背景：几千千期是妊娠特有疾病，为常见的严重并发症，其发病率大概为全球的2%到10%。几千千期的发病机制目前还是不明确，但是按照目前的数值，几千千期的发病机制为绒毛外滋养细胞进入异常，可导致胎盘缺氧，胎盘缺氧以后可以起胎盘释放一些胎盘因子，然后那些胎盘因子在母体外周血循环中释放，可以起那个血管内皮受损，血管内皮受损以后也可以起那个一系列并发症，比如高血压、蛋白尿、黑皮状结节、胆结石、甚至母婴期亡。在胎儿方面，几千千期可以起胎儿宫内生长受限，也可以起胎儿子宫内肿破，或者胎儿在宫内畸胎，也可以起那个胎盘梗塞或者生长不足。研究目的：通过了解布隆迪、布中布拉和中国福州几千千期患者母婴的妊娠结局，讨论减少几千千期发病引起母婴不良结局的方法。研究方法：评估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福建医科大学的一附属医院分娩的137例用过硫酸镁治疗的几千千期患者作为治疗组，以及2012年1月到2012年12月在布隆迪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分娩的46例没用过硫酸镁治疗的几千千期患者作为观察组，比较两不同种族母婴常见的并发症。几千千期的阶段，怀孕前孕妇血压正常，在妊娠20周以后出现血压或者出现蛋白尿或者血肿或者有那个体重变化，可诊断为那个几千千期。但是按照目前的标准，也就是说按照那个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的指南，在某些孕妇如果没有蛋白尿的话，也可以诊断几千千期。比如如果出现多脏器受损，如出现血小板异常，或者肾功能异常，或者出现肝功能异常，或者有那个大脑症状，比如出现头痛呀，或者视力症状抽搐、肺水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没有蛋白尿的话，也可以在一些孕妇也可以诊断几千千期。那么在妇医几千千期患者入院以后怎么处理呢？在妇医几千千期患者入院以后，要求患者卧床休息，左侧卧位，密切监护母婴状态，预防几千用那个硫酸镁降压治疗，间断吸氧镇静。在妇医，也就是这个是硫酸镁的使用的方案。那么在治疗过程中，如果出现症状没好转，比如出现血压严重，或者出现畸形，或者出现肺水肿，或者出现黑皮综合征，或者出现凝血功能异常，或者有那个凝血功能，或者有胎盘早剥，或者发现有那个胎儿那个放血的话，那也可以终止妊娠，可以考虑终止妊娠。如果上述症状不存在的话，可以考虑保守治疗，也就是说继续观察24到78小时，促胎儿非常熟，密切观察母婴儿状态、肌尿量，或者检查那个眼底检查是否那个视网膜乳头有出血，注意双膝反射是否减弱或者消失，每次做好辅助检查，
听贪心做 NST 做朝鲜，做朝鲜的目的就是说要看是否那个生长情况或者有那个羊水减少。那么在这里如果是中毒几千千期在24周几千出现的话，那要考虑大脸为主，肯定要终止妊娠。那么如果是重度畸形病情稳定的话，可以继续妊娠，可以保守治疗到三十四周以后就可以终止妊娠。如果是轻度畸形切期，那么病情稳定的话就37周以后就可以终止妊娠。那么这一部分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呢，如何处理畸形切期跟附医有什么不一样呢？在波罗的医科大学就不用硫酸镁预防畸形，只用那个第四方结晶按照这个方案。这个是波罗的医科大学的医师图，这个是我收集病例过程中，这个病人是他是30周以后入院，他有那个重度畸形切期，在处理过程中那么也没用那个硫酸镁，一直用那个降压药做那个 NST看胎儿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是治疗过程中降压过程中的事，这是在一部分的那个病例里面，他们没有电子病，都是用手手洗。做那个孕妇的那个有病检查等等。这个孕妇呢，是因为那个有重度畸形切期，终止妊娠，然后是有那个剖腹产终止妊娠。那么统计学处理。所有的数据均采用 SPS 18软件进行分析， P 小于 0.05 为有统计学有意义，结果有一。这个结果有一是显示两组的一般情况，观察组里面有46例，治疗组中有137例，在观察组中发现小于20岁有4例占 8.7%，治疗组中有两个例占1.5%，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有意义。那么孕妇是否从农村过来的呢？在观察中里面发现有25例的孕妇是从农村过来，占56%。在治疗组中有50例是来自农村，占37.2%，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意义。还有另外呢，在一部分的那个还有外那个是否孕妇参加过产前检查，这里发现在一部分有部分孕妇不参加产前检查，观察组中发现有31例参加产前检查，占67.4%。在治疗组中所有的孕妇参加过产前检查，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意义。那么是否孕妇从其他医院转过来呢？在观察组中有28例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占60.9%。在治疗途中有30例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占20.9%。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有意义。表二是显示两组孕妇并发生已结集。那么这里可以发现，在观察途中，也就是说从不同里面收集的病例里面，几前前期的发生有14例，占30%。在治疗途中只有一例占0.7%，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有意义。HERP 综合症的发现情况，在观察途中的发现率比那个治疗组也高，还有那个胎盘早剥和那个产后出血最多见于治疗途中有三例胎盘早剥，还有那个十例产后出血，但是两组比较也没有统计学有意义。关于那个孕妇死亡，观察途中有两例，在治疗途中没有孕妇死亡，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有意义。这张图也是显示两组孕妇并发生与妊娠结局，这里可以发现，畸形、herpes综合征、孕妇死亡的发生情况很明显高于在观察组中很明显的发生率很明显高于那个治疗组。表三，两组未查尔并发症及妊娠结局，在观察组中发现体出生体重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治疗组，在观察组中有57%的体出生体重，在治疗组中有
46%，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有意义。那么新鲜 RGC 和那个新鲜黄疸情况，在观察组中的发现率明显高于那个在观察组明显高于那个治疗组。关于那个早产儿死亡，在观察组有8例占17%，在治疗组中有8例也占了占5.8%，两组比较也统计学有意义。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羊水过少，也的发现情况也就是最高也是在观察组中。讨论，脂肪纤维与年龄的关系。年轻女性更容易患脂肪纤维。本研究表明，大部分患者在20到30岁，观察组中小于20岁的脂肪纤维患者有4例，高于那个治疗组中同年龄脂肪纤维患者。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有意义。产前检查的重要性。适当产前保健可以预防脂肪纤维不良结局。有一名台湾作者打报告，产前检查类型为决定脂肪纤维某一结局的重要因素。本临床研究表明，在所有脂肪纤维患者中，观察组中参加产前检查有31例，占67.4%，小于治疗组。产前检查率越低，不良结局的发生率越高。结论三，硫酸镁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预防脂肪的首选药。有一名研究者在2012年，这个作者是来自西非尼日利亚，他报告用过硫酸镁治疗，比用过地西潘治疗的脂肪纤维患者中，不良结局的发生率明显低。在本研究发现。在观察组中，发现不良结局如脂肪、肾功能衰竭、黑人综合征、孕妇死亡、胆病发生，较治疗组明显增多。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有意义。脂肪纤维孕妇分娩方式，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2013年指南，决定脂肪纤维分娩方式为孕中、胎儿、宫颈情况、母婴情况。本研究发现，大多孕妇在37周终止妊娠，以剖腹产为主，但是两组比较没有统计学有意义。脂肪纤维对未产儿的影响，脂肪纤维可以起对胎儿可以起早产，可以起抵出生体重、新生儿窒息，甚至腹内畸胎、胆病发生。在观察组中，抵出生体重的发生率高于治疗组，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有意义。本研究观察组中，新生儿窒息有7例，占30.4%；早产儿死亡率8例，占17.4%。在治疗组中，新生儿窒息有15例，占10.9%；早产儿死亡8例，占5.8%。观察组中，未产儿不良结局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治疗组，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有意义。结论。脂肪纤维是导致母婴不良结局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布伦迪。在布伦迪小于20岁的孕妇，脂肪纤维发病率高。规则的产前检查有助于预防脂肪纤维导致的母婴并发症。在没用过硫酸镁治疗的脂肪纤维患者中，母婴不良结局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治疗组。强化脂肪纤维患者管理，通过产前检查及其发现，加强孕期监护及及早发现和处理脂肪纤维，正确判断母婴情况，正确选择分娩方式，适当的实际终止妊娠，合理使用硫酸镁，是改良脂肪纤维母婴以后的重要措施，需要有。需要引起有关医护人员重视，尤其是布伦迪医护人员。局限性，本研究的样本比较少，希望就是如果将来的话，有人要做这个课题，要采集用好多大量
样本去做。由于那个本研究性回顾性收集子宫腺器患者的病例，可能会存在一定人为因素干扰。其实，感谢布伦迪和中国政府合作给我提供奖学金完成本学历，感谢我的学校给我这次机会，感谢我的导师胡志芬教授给我耐心详细指导，感谢我的爱人、我的孩子们、我的家庭学习期间的支持，感谢我的各位老师，感谢我的同学们和我一起努力互相帮助，感谢所有帮我的人，谢谢。那么现在请各位专家如果有什么提问的话，也可以用英文也可以用中文都可以。没有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
准，也就是说两边诊断子痫前期这个病的这个标准是不是采用同一个这个标准来进行，就是入组，就是说布隆迪的这个子痫前期的病人也同样用这个标准来诊断，然后中国的这个子痫前期也是不是也用这个同一个系统啊？你等一下，等一下没有，谢谢啊。因为这个就是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入组，还有一个就是评价的标准或者是评价的体系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话，你给他就是，因为这两个就是关系到就是我们的那个结果啊，这个就是准确性的问题。那我本来也想问你，因为很明显的就是磷酸镁跟那个福州用的那个叫做西板西，哎，西板来的，这两个就是说在作用机制上面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磷酸镁它的这个效果要明显？要不前面那个就要念，前面就是病例，
病理整个病理概况你不用练，你就是说对这个病理你怎么处理。那么我要解释这个病例条目是怎么一回事吧。诊断就是这个病诊断就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也就是说先兆之前。诊断二是溶血性尿毒综合征血栓小血板减少积斑，或者是那个诊断三是黑体综合征，诊断四也可能是急性脂肪肝。为什么有诊断那样呢？有诊断依据，第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有那个妊娠高血压病史，他的血压一直波动在140到170毫米汞柱，那是收缩压，舒张压一直波动在90到110毫米汞柱，那么病例中有重度贫血一直存在，可能导致胎盘那个缺氧缺血，也可以是那个胎盘缺氧。病史中，有那个有高血压、蛋白尿、血肿三大些症状都是存在的。当然有那个恶心、呕吐，引起那个高血压病疾病，诊断强力，诊断二。是溶血性那个尿毒综合征，血栓性血小板减少几天，其特点如何呢？有严重性呢，在病例里面有那个严重性血小板减少。第二，有急性腺功能衰竭，多脏器有表现不一，一直造成缺血性损，有那个肝镁升高，也有那个心肌受损。第三。黑皮综合征，黑皮综合征的特点呢，是以溶血或者以那个溶有那个肝镁升高，或有那个血小板减少，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那个严重并发症，多数发生在产前，可分为完全性或者有分为那个部分性黑皮综合征，其临床表现和那个实验室检查均以脂肪肝比较混合，所以需要以详细经典诊断三四，可能这个病是急性脂肪肝。急性脂肪肝是多种因素损坏线粒体脂肪酸代谢，可导致游离脂肪酸堆积在肝细胞里的，引起那个心脏呀，或者是那个胰腺啊，或者大脑等组织中。急性脂肪肝可引起那个。急性脂肪肝疾病比较急，也可以一发生在妊娠期晚期，初产妇妊娠期高血压病，多胎是其高危因素。一般以上的急性脂肪肝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断除了根据病史。